喜糖吃了酒肯定要喝吧。对对对对。酒量没问题，恭喜。小何，我跟德才刚刚登记结婚了，你也祝福我们吧。吃吧，怎么着这也是喜糖。 使完了吧，该我了。来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我就干嘛。啊！啊！真没想到你们两个发展的这么快。小何，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过去不愉快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也祝福你们两个。谢谢啊。 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受到惊吓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刚才还给你打过招呼是吧？别的都没，怎么跟你爸到一起去了？我也很纳闷，我也很意外，真的。他怎么跟你爸结婚了呢？不是都海峰吗？所以说你 out 了，他跟海峰那是1.0版的，现在已经升级为3.0版了，我们只能接受，怎么办呢？恶心。我也觉得恶心。 谁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呢？是吧？这样吧，他办他的，我们办我们的，我们就这么想。双喜临门，只能这么想，那怎么办？不行，海王，我不想这样。不想哪样？我不想跟边凤雷成那种关系，我也不想成为一个笑话。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 要说到笑话，咱们不是笑话，他们是笑话，对吧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们结婚以后从我做起，我不叫他妈，你不叫他婆婆 ，OK？ 别担心，啊，海王，要不。 再等等吧，行吗？对不起，可以。我的婚姻你做主，我的笑话也你做主，不要紧。我就知道我是个备胎。 今天这个菜啊，是我请凤梅亲自下的厨，太着急尝尝她的手艺啊，真不错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儿啊，咱们庆祝老妹儿和二连今儿正式领证啊！来，大伙儿来干一杯！好，来来来来，姐夫坐去吧，都是一家人。哎，碰一下，碰一下啊！来。 照片花了，洗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让那个影棚的人重新给洗了一张，这两天就能拿。哎呦，你这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们俩怎么？
红本呢，拿回来了吧？啊，我又给忘了。你说怎么这点事儿你怎么老忘啊？拿个红本就这么费劲呢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对不起。你这，哎呀，这，对不起，奶奶。嗯，对不起干嘛呀？你没事吧你？没事。哎呀，小峰啊，你只要把红本拿回来，就谁都对得起了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再催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想想，啊，你们这旅游的趣事什么的？趣事，告诉你吧，跟他出去特没劲。怎么了？去海边怕晒着，去潜水怕淹着，去看演出说没意思，撒谎不是人啊！兴趣。你说，好不容易出去考察一趟吧，那还不就得看点新奇特，看点咱黄海没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。天天在海上转悠，还没尝够大海的感觉。在黄海上转悠那是工作，在海南转悠那是休闲娱乐，懂吗？看没什么区别，纯渔民。哼，照我说，你们就是好日子过得实在是不耐烦了，你们就应该去那种艰苦的地方。哎，回来之后就只剩下恩爱了，你信不信？呵呵呵，哎，行行，咱不说这个了。你跟那谁何小何，你们俩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差一步就质的变化。不会吧？真的，马上就领证了。嗯，呵，西班牙没牛了，澳洲牛咱也下岗了。哎，尚尚，我绝对不是吹牛，不信您打电话问他去。那为什么没领证啊？这不半路杀出个大老姜来吗？姜总不同意。哎，说来话长，我得给你们从头捋。别捋了。你告诉我，海峰跟边凤梅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妈，彻底结了。那都怪你。怎么了？你说的，他们结婚咱们能赶上？下辈子吧。嗯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到底？我跟二位说了，二位可坐稳了，别掉下去啊！快说。这边凤梅现在。是我们家大老姜的老婆，是我后妈，跟海峰没什么关系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受惊了。